嘿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二号。那么这次就是抽花樱啊，然后有人叫砍农，那还是10月这次的超兽新线哦。老实讲，现在超兽神技，如果你是没有亚瑟或婆娑罗或花樱的人，你可以考虑抽一下。然后如果你有亚瑟或婆娑罗，老实说，我建议你直接等到新春啦，蹲3个月啊，因为花樱的问题是他去27域嘛，可是27域没有到很难啦，就是无氪也有。打法，然后算 OK 的打法，对，所以花音我自己觉得就还好，然后那我还是会抽，因为对，好，那就看能不能抽吧。我本账是不想动到，我本账石头很少啊。好，那等下换小号，对，抽不到的话，哦对了，然后新春，靠呀！比那怎样？哇！云 霄飞车，哇！我刚没讲完，那个就是下面新春超限的这两个礼物箱会送道具哦，所以其实你们可以等啊，因为那个道具其实蛮多的。好，那这十抽蛮有趣的哦，比那。好，那我们换迷你号，是迷你号。那二号抽到了嘛，所以迷你号就随缘。好，抽一下。有跳蛋应该就赚啦，这只账号没什么要求，就当不动。搞不好也可以宵夜这样。哦，奥赛罗，那没 boss 就太好了。那感谢各位观看哦，祝大家欧洲，我是二号，大家拜拜。